张骞呢，其实他出使西域没有完成，皇帝交给那个直接任务，但是呢，这个历史对他的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哈，不管是班固啊，还是司马迁，司马迁说他凿空，然后后来这个梁启超也说他是开启，就是为世界史开幕的第一人，确实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张骞的他具体任务没完成，他是带来一个丰富的信息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这个那时候地球啊就这么些人啊，欧亚非大陆是地球的这个叫做世界岛，这个东边和西边呢中间隔着这么一块遥远的这个西域啊，或者更广义的到中亚西亚。那张骞呢把这个打通，让我们中国的官方政府，不是民间啊，能知道那边有那么广土著民呐、啊，还有很多物品呐、啊，对不？所以《史记》里记载了大秦呐、啊，司马迁记大秦，对，他怎么知道大秦啊、呢？对的，啊，这不知道大秦，那《汉书》里就更具体了。所以中国的正史啊，是一个全球视野的正史。正史除了讲皇朝的重要人物之外，各个方面的制度之外，它还有外国的内容。当然，这个外国的内容在今天的版图，它就变化很大了。但是，就是它政权统治之外的遥远的地方，所以作为很多中东国西，人，其实很幸运的一点就是，不仅有这么多英雄豪杰做了很多事儿，还有很多的史家把这些事儿记下来了。对所以我们今的，天才知道哈，在这片土地上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而且都是信史，离是。他的朝代也不对，算你太讲远。对，西方的希罗多德号称历史之父，他记载了希波战争，它里面最多猜想的，但是像中国的《史记》，司马迁比他晚好几百年，但是他能够记载大秦，对吧？是，那个时候西方的史家有一些关中国的猜想，但像中国这么具体的还很少的。